欢迎周好生的周汁啊，杜杜杜，好乖好乖，感谢稀有名字送出的粉丝灯牌，菲菲小安，哇哦，感谢曲儿曲儿曲儿，我应该是念曲儿曲儿还是曲儿曲儿？你都曲儿曲儿吧。50万送出的保时捷，哇哇，真的是请问一下我们的 BGM 老师，我们的 BGM 是不是来一点点呢？ BGM, 感谢游戏主播吴老师送出的小星星谢谢谢谢小星星 POOP， 嗨晚上好 Hello， 给瑶瑶打酱油的工具羊，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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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没错，今天有哎，我们的 BGM 有了，大家听到了什么？听一下，听一下，是什么歌呀？是什么歌？这到底是什么歌呀？你听过吗？好耳熟啊！确实有点耳熟，感觉谁的歌呀？咱们唱过是不是？谁的歌呀？咱俩的歌吧？怎么那么好听啊？咱们团的歌，我们怎么那么好听呢？什么歌呢 ？Very。Hello， 我们是 Very 中组合，哦，组合 ，Very Very 中中中中 Very 中。请叫我何老师。何老师，何老师，还有吴老师，你看这儿还有各种老师。哎，今天是双人组，是的，大家可以点一下粉丝灯牌。对，然后可以积极的在弹幕上跟我们两个互动哦。是的，随时都会关注你们。而且我们今天呢有什么？我们不但有抽奖，还有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什么东西福袋呀、啊、哎对了，我也想抽，哎呦都想抽，会唱粤语吗？我们粤语有点塑料，可以可以，跟你们等会儿来一首，来一首 有点塑料，有准备那么一小首那个塑料粤语歌、哦、给大家唱一唱，听等会儿。嗯，王者荣耀和猫和老鼠手游，哇哦主播大家一定不要走开，我们今天非常的精彩的，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来吧，大家好，我们是 SNG。大家好，我是 SNG 宗思雨，我是队内的 vocal 担当。Vocal。大家好，我是 SNG 的伊万，然后在这里面的是舞蹈担当。碰二万，嗯、糊了，哎，糊了，哎，咱们就是跌跑，哎，来了。好。今天呢是由我们两个呢为大家直播，大家是更想听唱歌还是看跳舞啊？怎么两个人都在这里？我跟你熟吗？要啥有啥呀？熟啊，很熟啊。要啥有啥？薛天然朋友，嗯，怎么没命啦？感谢小呆呆 Y 送出的粉丝灯牌，我嘴糊了，送出的灯牌，对，谢谢陈子纯送入的这个入团卡，入团卡，嗯。感谢吴老师送出的你最好看，还有什么就没有这个飘的好快，好乖好乖，上面那个什么猫咪小星星什么，哦一下子晃眼过去了，嗯，对，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南国，嗨嗨，老久不见啦，斯南国，哎，梦想的远方，哎，我们会加油的，大学生清澈的眼神，嗯，感受到了大学生清澈的眼神，我是大学生，给我。给我，嗯，我是学生，给我，啊，极乐净土，对对对，哎，我们这个福袋好像已经有了，是不是？大家有抢到福袋吗？左上角还是右上角？这边，不知道左右是哪边啊？大家有没有就是抢到福袋呢？蕊蕊姐什么时候出新歌啊？蕊蕊姐，这个问题，哎，我也想问呢。蕊蕊姐要是出新歌了，是不是得自己编个舞蹈呀、啊？嗯，可以。嗯，可以的。嗯，这个，大家期盼一下这个下半年的事儿啊。我先这个 KPI 我先敢定在这儿。咱们就先摇先造出来，然后我没有造谣，我这个是有根有据的，好吧？啊，咱们蕊蕊姐迟早咱们是应该有一个单曲的，然后这个舞蹈这个也得编上啊、嗯。哎，你看有人说了，播到跳舞吗？哦，要跳跳得跳啊，跳舞吗？咱俩不可能今天这么坐着，不可能的。说到跳舞，咱们就是说一个巧了，巧了，我们最近，咱们最近有一支新舞蹈，大家有看吗？可叹，看可叹，是我们的那个电子国风和什么？是的，和宅舞的结合。对，
被我们队内啊戏称这个是有氧运动，主要呢就是指这个间奏部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抖音的主页有我们的可探 MV， 还有其他社交平台，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关注。是的，没有印象也没关系，我们现在让你有印象啊。是啊，现在得跳一个吧，我们立刻马上让你感受到什么叫有氧运动。哎，这个就是不好意思，这个刚才弹幕上面有人问马娇和小 V 姐在干嘛，他们俩调休啊，他们调休。对对对，我们就是一个，咱俩上班轮班，怎么啦？对对对、啊、不想看到我们俩是吗？哎呀，怎么回事儿啊？怎么回事儿、哎？看一看嘛，来都来了，是不是？这个今天我呢是暂时的担当这个音频老师，然后呢我就会给大家就是放一下 music 啊。右边的小姐姐是哪里的？左右，哪边是右边？咱俩现在、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是属于左边还是右边？啊、嗯，那我们再做一遍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邹思雨。大家好，我是伊万。对，好，我们接下来就是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个可探啊，跳一遍。右边啊、哦，我是右边是吧？好的，你记住了，你是左边，我是右边。啊、好，我是左，我是左，我是左。好的，来吧，来吧，我们 来跳一个舞了，表演节目了，话筒放好。咱们把那个镜头稍调拉的开一点。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哎呀，就刚这个灯有一点、哎、可能就是被我们跳的有点接触不了。是我刚才那个灯被我们迷闪了，谁懂？唰唰唰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小薇姐今天调休，调休，小薇姐调休，中 ，very 中啊！哎呀，我的妈！喘两口气儿，喘一下，喘一下，一口喘气儿的时间。哎，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舞就是真的特别的锻炼身体？对。如果大家喜欢看，每天给大家跳，就是说，咱们就是开那种健身直播，健身直播，然后给大家就是把这个舞。嗯，小薇姐照顾孩子去了。这个是的，这具体这个辟谣视频大家就得去看某书了，这个不能说了。怎么样，大家觉得可叹的舞蹈怎么样？学起来吧，应该没有很难对吧。哎呀，蕊子，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我在就是抖音平台，就是我想翻跳 SNG 的这个可叹副歌和间奏，有没有什么福利呀？ 给个呗。有没有什么福利呢？你看那么多热心的观众，你看看他们都想翻跳呢，让我想想，来点奖励呗。这样的话我们就给大家抽一个派利德吧。派利德？派利德是单人的还是集体的呀？嗯，什么水影花？既然是翻跳了我们整体的团的对吧，团的这个歌的话，那我们就抽一张团体的。你们团体还拍了派利德呀？哦，我们团体还拍了派利德，是独一无二的同一份啊。这次造型大家就是非常好看。是啊是啊，我们这次可叹的这个衣服，红红的，对啊，红红火火，红红火火，黄黄乎乎，跳起来而且就是非常的。是的，那我们怎么抽呢？怎么抽啊，这个就是规则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大家可以学一学我们的可叹，你喜欢副歌你就学副歌，你喜欢这个帕米拉的这个间奏部分你就学那里，然后呢在自己的抖音主页你发布了视频之后 @SING 女团，哎，我们也会看的，其实对吧，我们都 @ 上吧，大家都 @ 吧，一串一串，哎，对对对，也行，有机会呢就是被官方选中，然后就会赠送给你我们一张团体的签名照哦。是的是的，哎，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好啊好啊，我们有那个团体的派利德，对，给大家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空口无凭，空口无凭，对不对，给大家看一下，欢迎大家来投稿哦。哇，这么好看，我能拿一张吗？拿一张。我的意思是偷偷拿一张，来，我到前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看得到吗？还是得再近一点。哦，可以了，收好。大家能看到吗？这是我们团体的派利德签名，我们五个人的签名都在上面呢。嘿嘿。嗯，这个跳的好不好？这个没关系，我们就想看到大家的热情。大家就是对吧？间奏那一段，大家只要蹦起来就可以了。嗯，对对对，有那个就是活跃的那感觉，青春洋溢。就好啦，对吧？我们是这个是纯靠运气，我们不按这个跳的好不好这个来。再说跳的好的，咱就是招进团里来也不错。嗯，是的。积极报名，积极报名。积极老师，老师，我想来。是的，嗯。有就是我们除了团体的派利德，其实也有拍个人的，对吧？其实我们个人的这个派利德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是的，看一下呗，看一下吧，看一下呗，对吧？我俩直播，那就看一下我俩的呗。对，我俩的，给大家随便搂一张，这是蕊子的，好，我跳一张这个吧，行嘞，来，我们俩把脸挡住，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派利德。走，来吧。想不到吧，现在就可以给大家送一张。是的，现在立刻马上啊。对，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就不是说我们是那样嘛，就是截图对吧，三二一大刷一个口令，然后截图完之后是从上到下按一二三四五这样选， 对， 对吧。但这次因为我们只送一人送一张，送一张其实可以自己选定一个数字，比方说我们截完图之后我想要第三个人中奖。嗯，那蕊子想要第几个人中奖？我想要，可以说一个数字。一个屏能有，一个屏能有。我要第。上次我们好像有很多，大概有八个、九个、十个都能接到。那我要第五，我要第七个人中奖。第七个，好好好。蕊子是第七个，我是第三个。嗯，对，我们现在就是来刷一个口令。我们的口令是什么呢？说是啥来着，是 SING 加油，加油，哦，对对对，哦，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口令可以，
我觉得大家现在就可以刷起来了 SNG 加油。然后我们就准备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下这个官方的这个手机。哦对对对，我们就拿手机给大家截图好吧。对，这次要注意注意什么？二鬼子老师注意什么回事？要注意一点，最关键一点，大家不要再打错字喽。对，打错字的话我们就顺延。今天打错字的话就顺延了哟。啊、嗯，好，我们现在点进这个官博官方的这个直播间的主页。直播已结束，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啊？直播中准备哎。为什么显示我们的直播？工作人员小姐姐，能不能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感谢是星星呀送出的粉丝团灯牌，谢谢。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一点我们的，点亮一下我们的粉丝灯牌，好吧？嗯。快快快，这个技术现在有一点那个，我们抓紧争分夺秒，因为大家已经刷的很。SNG 加油！就是刷起来这个口令。SNG 加油！然后我们就会。SNG 随机截图。对，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今天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个人直播，我们是一个轮班制，轮班制，轮班，轮班制。下一次你们就会看到另外两位了。对，而且哎，轮班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啊，是什么？是我们的其他人可以参与抽奖。对，被我们自己抽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视频是竖屏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上一次是横屏，但是这一次就是竖屏了。是。视频的话呢，就可以离我们的脸更近一点啦。好了，好，准备好了啊！是上下两个，这个键，这个键截图吧。三，来，我就这样看着屏幕，然后蕊子说三二一，我来截。三二一，咔嚓，截到了吧？截到了吗？啊，怎么截啊？这个？哦，原来截到了下键啊，已经截到了。好，已经截到了，我们打开。打开这个。哦，哎，没有，它有灯牌耶。还有灯牌，刚好哦，我们是按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算是吧？嗯，有没有七个？一二三，没有七个，没有第七个，没有第七个，那重新说个数字吧。我第六，一二三四，一共就四个。Sorry， 一共就四个。那我要第二个，好，再截一次啊，准备。现在是蕊子的啊，我又来截啦，就是说第二个人可以中奖哦，来吧，第二个人可以中奖，嗯、我的拍立得，三二。一咔嚓，咔嚓，有了，哎，有了这一张。第二个，哎，这个字我一直不知道念什么。来，这个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位粉丝虽然很眼熟，但是一直不知道。就是我非常眼熟他，是因为他给我们经常画那个形象照片，就是他画的特别好看，还画那种水墨风啊。大家能猜出来是谁不？还会在超话里面发他画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图片相册里边给大家看，是不是你啊？快来认领啊，这个应应同学，啊，对对对，就是你，就是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获得瑞子的拍立得呀。好的，嘿嘿嘿，请你把那个拼音拿出来。年年啊，念年年年年，对，我知道他就是那个农历的那个什么二十九，它就代表二十。大家看到了哈，嗯，好，恭喜你，恭喜你！哎呀，这次获得了一个，联系一下，嗯，恭喜你，来个董哥，念，蕊子的，念九应应，好，念九应应，恭喜你，好的，到我了，来接我的了，让董哥介绍一下这两个人，我来给你介绍，好，不需要董哥，这边的是 SNG 女团。舞蹈担当伊万，舞蹈 D A N C E 舞蹈担当，这边是谁 ？V O C A L， 我是 vocal 担当宗思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喜欢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点亮到我了，朋友们，哎，给大家、啊、就是我是打算让第三个人来，第三个人钟老师第三个人，那你来喊一二三，按那个下音量，好，准备了啊，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咔嚓。完了、okay. 我怀疑第一个有没有可能不是输的 SNG 加油。大家都得聊别的，没关系，哎，是、有哇、也是个熟人，是不是刚才第一张图、啊、哦，就是这个啊，恭喜这位朋友，我看你挺有意思。来给大家留存这个
个作为证据啊。你的是第三个人是吧？是第三个人，是第三个人姐姐。哦，我是第三个人啊！不，我好意思啊，大家。第三个人是给瑶瑶打酱油的工具羊。给瑶瑶打酱油的工具羊。完了，不好意思啊，大家，我那个大脑宕机了，就是说我刚才说了是第三个人。鱼的记忆，鱼的记忆。sorry， 那还是恭喜我们的，刚才就是按规则嘛，我们第三个人给瑶瑶打酱油的工具羊，啊，恭喜你，给你恭喜恭喜。来，没事没事，我们待会儿。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说不定还有机会，对吧？ Okay， 恭喜恭喜！截图留存证据。不好意思啊，刚才第一名那个朋友，是我的记忆问题，记忆出了错。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声音滑了。新进来的朋友们可以点一下我们的粉丝灯牌。啊，对对对，谢谢气泡水送出的入团卡。王德正，我看到你了，你不要在那里发表言，我跟你说，嗯，危险，危险发言。那既然刚才钟老师有一个重大的失误，啊，那么是不是？嗯，怎么回事？就罚你给大家唱一首歌吧，啊，怎么样？啊，这么快就开始惩罚了，朋友们？哎，怎么样？大家说想不想？好不好？那就给大家浅唱一首吧。对，唱一首歌，我想想唱什么？哦。周好生的周周儿昨天在那个我微博小号点了首歌，就是先简单给你唱一小段，然后我还是会选一首正儿八经的歌给大家唱啊，就是有一首世界名曲，名字叫好饿，嗯，好饿，但是不能吃，但是不能吃，但是不能吃，不能吃，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不能吃。好，什么什么？我想要吃大鸡腿，我还想吃那炸鸡，我什么都会很想吃。可是不能吃，好饿，可是不能吃，可是不能吃，可是不能吃，好饿，但是不能吃。好，结束。这个东西有点就是说忘记了。哎，你不是说今天不能笑的吗？啊，怎么回事啊？ Sorry， 我只能说我还以为是那个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没想到你们现在都是听一些什么，嗯，这个东西，这个跟那个每次都想装作很倔强那个有什么区别？对对对，野花香。好的，但是咱们正经来一个，好吧，正经来一个，让咱们的 vocal 担当给大家来一首英文歌，开个嗓吧，好吧。来一首 Taylor Swift 的。哇哦，什么歌呢？电视机前哦，不是屏幕面前的朋友们 ，You belong with me， 来了啊，送给大家。在听我唱歌的同时呢，这个左边会有一个专门的手舞手势舞表演，大家也可以欣赏一下，好吧？来了啊，深呼吸一下，眉粉集合，来了。You're on the phone with your girlfriend. She's upset. She's going up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say. 'Cause she doesn't get your humor like I do. I'm in the room. It's a typical Tuesday night. I'm listening to the kind of music. 不好意思，技术问题，我再来一下啊。今天状况连连啊，怎么回事？没关系。In the room, it's a typical Tuesday night. I'm listening to the kind of music she doesn't like. She'll never know your story like I do. But 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 She's chair cabinet, I'm on the bleachers. Dreaming about a day when you wake up and find it. What you're looking for has been here the whole time. If you could see that I'm the one who understands you, been here all along, so why can't you see? Hey, you belong with me. Hey, you belong with me. 哈，谢谢大家。先来个这么半截儿啊，先来个这么半截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Thank you。今天惩罚多着呢，大家放心，不要就是说看不够，等会儿给你看的够够的。先喘一口气。啊，我们的伴奏声音是不是大家听着还好吗？听得到吗？弹幕上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这个音量的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尽快的就是改进一下。
谢谢好乖好乖送出的人气票啊，你最好看，谢谢好乖好乖送出的你最好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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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是吧，伴奏轻是吗，啊，那我们就那个老师再帮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嗯，谢谢老师。 OK OK，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我们的一个什么环节呀，游戏环节，游戏游戏环节，就是这个导播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点轻松搞笑一点的 BGM？ 没关系，我看看，我们先看看导播老师的。啊，有啥游戏吧？我们先看一下吧。看看准备了啥游戏，嗯，啊？有什么，嗯，憋笑挑战？妙语连珠。妙语连珠，指东看西，我有你没有？哎，用爱贝斯队友，欢迎来，欢迎欢迎用爱贝斯队友进入直播间。我们贝斯，然后这样。我们这个先说好啊，输的人要进行。对，其实除了不是不只是游戏啊，不只是游戏，我们也是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才艺展示嘛，是吧？给大家表演一点节目。嗯，是的，那我们就先开始我们的憋笑游戏。但是说句实话，这个游戏我今天必胜。怎么了？为什么？因为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我最近在戴牙套啊，对对对，隐适美。然后我今天看不见的那种，嗯，今天呢去打了一个骨钉，我刚看了，非常的就是一个哦，就是也不得给大家讲，有点疼痛，有点疼痛，啊，有点那个。然后大家就会发现我就是嘴巴有点张不开，然后笑不了，我笑不了，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必输的意思，是的，就是你还要再唱一首歌的意思。啊，所以今天可能会嘴比较瓢啊，大家就是可能没事，我普通话也不太好，嗯，咱俩都是瓢瓢哥瓢姐。牙套，牙套，因为是隐形牙套，对，就是看不到的那种，怎么能会看到呢，嗯？看不到的，看不到的。咱们就是作为 idol 还是不能带那个，嗯，太明显的。周星星加入粉丝团啦，嗨嗨嗨。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玩游戏吧。来吧，憋笑挑战，看看有多好笑。难过凯凯又好好笑。啊，这已经开始了吗？声音能放大一点吗？我是在那个打那个棍儿的时候啊，那脖子。钟老师已经没有在玩比赛了，哦，是豌豆公主吗？这不是烫手，他还换着拿，你看。就是不把那个放下。憋笑，憋笑，你要憋呀，你不能光笑啊！哎呦，放下！翻开了五千步，是我粗哑的音符。我找到我的幸福，自我平等的爱我并不生气演出，我的幸福相信了幸福，可是要求可恶，蓝色背景叫我练习飞行的角度，保持我的态度，我的位置小孩说跳了 popping 跳了 breaking，I'm sorry.
我的天赋，相信了老去的树，一颗悬崖就漂浮，蓝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角度，保持我的态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好的，朋友们，我知道了，我输了，我知道了。我觉得屏幕面前的人应该比我先输吧？有没有人比我先输？易如反掌，易如反掌，走过。你是如履平地，我是如履薄冰。如履薄冰，这个游戏对我来说有点……这个就是可以忍住，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很明显吧？很明显，谁输了？嗯，有点笑岔气了，现在笑岔喘不上来。笑点太低了，钟老师，钟老师完全没有改变。文文超甜嘚儿，你是不是很好笑嘛？对不对？这样吧，再给大家唱一首歌吧。对，嗯，再给大家唱一首吧。把我的歌带拿出来。嘿嘿，咱们就是一个。怎么会？不好意思，今天真的是状况连连。难道我要给大家表演？不行的，不行的啊！嗯，这样唱什么呢？唱什么呢？剩下的两个人，剩下的两个人，再会在别的天直播。我们一个轮班制啊，对对对，今天是我俩。调休呢，调休呢。调休呢。哎，接下来给大家带来那么一小节周杰伦的《七里香》。哇哦！新进来的朋友可以点一点粉丝灯牌，点点赞哦。我这个音频老师太不称职了，我这个人真的是。大家可以把想听的歌刷在弹幕上，还有想看的舞蹈也可以刷在弹幕上。一会儿 Very 老师也会给大家跳舞展示的哟。你们要让他输啊！你们让他输啊！真的是。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秋刀鱼的滋味，某个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那温暖的阳光像刚摘的鲜艳草莓，你说你舍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院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你出现在我诗的每一页。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刚才有人说那个稻香是吧？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小时候的梦我知道。Yo yo yo， 今天没有 rapper， sorry， 今天 rapper 担当不在啊，下次他会在的。是的，嗯。来来来，我们接着继续来玩游戏哟。嗯，下一个游戏是什么呢？指东看西。指东看西。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很难，因为我感觉我肯定会按照你指的方向。就是，那这样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游戏吧。就是我要来，我们是分上下左右，上下左右，对对对，上下左右，就是经常看综艺的朋友们应该就是很了解这个游戏的，就是这样，就是一二三了，犯规输了一次。没事，这个还得给大家解释呢。对，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三二一，啊，这样他就赢了，然后就换我。嗯，三二一，啊，又赢了，又赢了啊，这样就是看看谁那个。对对对啊，对啊，人家对后小呆说的应该是这个三二一看这边，我们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口令还不太对，我们的口令不太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
我怎么还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快速开始。什么呀？念九印一说我钟秘书。哎，这个好像我的名字。钟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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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钟秘书来吧。来吧，我们站着玩还是坐着玩？站着玩吧，有点这个距离，这样子可以吗？有点，要跟我有点距离。开始这个战斗了啊！你叫什么？你叫伊碧莹。我叫。我不能虚哦，我不能虚哦。哎呦，可是我想看威瑞老师跳舞，来吧，来吧，来，你先，来，三二一，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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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三二一，看这边。啊，你已经掌握了我的，你已经掌握了我的那个。好，不好意思，已经输了一次，欠大家半首歌。输了，来，再来啊！三二一，看这边。哎，耶耶耶！我哎，我们现在这么搞的话，那我们加快速度。好。哎，好像是我们俩是一人欠一个了，已经可以表演一轮了。但咱们再来一轮吧，万一你连跳两首，那我就来吧，那我就累数。三二一，看这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又输了，让大家就是。三二一，看这边。感谢。沉默了，沉默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吧。沉默是在别的康桥。你看，我觉得差不多了。我觉得差不多，我们先表演两轮吧。先表演两轮吧，好吧。这样，我们让我们的威瑞老师先给大家跳一支舞，好不好呀？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才艺吧。音频老师钟老师上线。钟老师，钟音频，钟音频上线了啊。我给大家来一个最近稍微那个新女团，酷爱的。好，来了啊。哦，家人们快给我们的威瑞老师点点小心心啊，右下角点点赞哦，谢谢大家，谢谢月影蔷薇，谢谢 Jack Lee， 66个小心心，188个小心心，谢谢大家的关注。太可爱了，怎么回事啊？被甜晕了，被甜晕了啊！大家又开始抢福袋了是吧？都有这个口令了 ，SNG 加油 ，SNG 加油，加油！好，来瑞兹，加油！稍作休息，我来给大家浅唱一段吧。还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啊，那些都可以刷在我们的弹幕上面哈。给大家唱一个这个吧，也是来自粉丝朋友们的点歌，呼吸决定。呼吸频率，刚刚确认。
just do what I'm supposed to do。你也不用再演戏，怪我不爱你，是你的决定，每句话在我心里，清清楚楚地说你想离去。你想离去，你不想离去。好，谢谢大家留在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又是薇薇老师给我们带来一支好看的舞蹈。好，来吧来吧，欢迎我们的薇薇老师上场。一个移形幻影。好，一个移形幻影给大家带来第二支舞蹈。谢谢思南国，谢谢 Jack Lee 送出的小星星。哈哈，我们威瑞老师上场就是不一样啊。谢谢 Jack Lee， 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吴老师送出的加油呀。谢谢毛毛仔的关注，谢谢 XP 送给我们的这个是粉丝灯牌还是什么，没看清楚就闪过去了。谢谢一抹阳光送给我们的人气票哦，谢谢谢谢。艾瑞子，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最近那个很火的那个找原因转圈啊？咱们就是说，是吧？原因老师这个转圈，我给大家，我觉得是值得研究的。是的，我就是给大家研究了一下这个教程。我也想学。怎么说呢？ 我发现很多人为什么转不好的一个原因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就是大家是往前转。是怎么转？大家都是怎么转，就会显得不就是这么转吗？很板正，对吧？ get 到了这个小知识，所有人都能跟我们原因宝宝一样，浅浅一转。因为我就是仔细观察了一下，咱们原因宝宝他不是这样转，他是往后撤步。往后撤步是嘚儿，他是很可爱的，你想着很可爱的，往后撤的时候，这样一下。哦，哎，转反了。用你的往后脚，往后脚，然后往你的这边转过来。我转起来非常僵硬啊，不好意思。是，我看大家都是过去都这么转，这么转就会显得有点有点不一样了。哎，有没有种可能是人家是转的是屁股，我们转的是腰，就是啊，对，没有，大家转的是胯，哦胯，人家其实转的是屁股，学废了哈。而且就是要营造出一种，虽然元英老师的确就是不经意间做出的这种动作，但是我们要学他的不经意间，我们要刻意的不经意。好，此刻就是不经意间，在耳边就那种刻意的不经意，嗨，然后嗨一下。可以可以，大家都学会了吧？学废了吗？学废了吗？咱们就是说，好，我还腰椎间盘，腰间盘突出的转不了，这个倒这个的确就是，这个还是这个腰，大家还是要保护好的，好吧？好，我还那个欠半首歌给大家再唱一个啊，瑞兹的两轮惩罚已经完结了，到我这儿了，给大家唱一个这个。唱一个刚刚那个我看到黄美良高代言人就是有送出一个小礼物啊，然后也唱一首你点的歌吧，好吧，来。用你的早安陪我吃晚餐，记得把想念曾经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不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你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我面前，你让我看到北极星有十字星作伴，少了你的手臂当枕头我还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等你有一天靠岸，少了你的怀抱当暖炉我
习惯，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被扮丑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谢谢谢谢 Jacqueline， 谢谢我的猫咪叫 Nico， 送出的浪漫花火，感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是的，然后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点亮一下我们的粉丝灯牌啊，对对对，我们都还有可以送福袋的哦，大家可以，对对吧，然后点点赞，点点关注，点点赞，下次又有另外两位来给大家直播，给大家表演节目才艺展示。感谢摘星送出的小星星，感谢7.77送出的粉丝灯牌，感谢杨康旭送出的小星星，还有思南国送出的人气票，感谢吴老师玫瑰送出的玫瑰二，什么999朵玫瑰？怎么唱的？我要送你999朵玫瑰，玫瑰花，我不知道。玫瑰玫瑰最娇美。谢谢好盖好盖送出的玫瑰，谢谢黄米凉糕大爷送出的入坎好，谢谢张勋送出的蹦蹦糖。嗯，然后我们现在其实还有一个，还有个游戏，还有一个游戏。还有什么游戏？哎哎哎！对，这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你没有。我有啊，我知道了。这个是怎么算数呢？就是我们这样吧，先拿五根指头，谁先掰完，谁先掰完，对吧？谁要那个掰完了，谁就那个。OK OK， 谁先掰完？那但是这个因为其实只有两个人，所以谁先开始比较还是蛮重要的。那我们就石头剪刀布吧。石头剪刀布，好撇脱。石头剪刀布，来来来，石头剪刀布。哎，那我先开始。好，你先。我牙上有骨钉。你这个太狠了！哎哎哎，来，那我没有，我就折掉了。我想一个什么呢？我想一个什么？让我听听是什么呢？嗯，你别说，我这个还真没准备，让我想一想，我说啥呢？我说什么呢？嗯，我有的，你没有的，好好想一想吧。嗯，啊，我眼角有脂肪粒，这个算吗？哎，我为什么要整？嗯，我也有，我也有，你哪里有？有啊，我再来啊。嗯，我有，我。我别坏了，别坏了，实在是想不出来新招了。别坏了，快点给我们，给我们，谢谢 MY 粉丝团灯牌，谢谢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弹幕上面，弹幕刷一刷，牙上有昨天的剩菜，这个东西哦哦哦，我有，我有说，有八个男朋友，有八个男朋友，危险发言，哎哎哦，我有，我有很。多很多 idol， 这个啊，我有，我喜欢美美，喜欢 A 妹，那些算吗？那些算 idol 吗？那些欧美 idol 也算吧，但是多吗？多吗？年限定的皮肤啊，好，哎，我有牙套，你刚说了你有骨钉了，这个骨钉是骨钉，牙套是牙套，不一样不一样。那我再整一个，我今天戴了耳钉，对，有很多墙头，我戴了耳钉，好，折掉吧，我有刘海。嗨、hey, ，我有齐刘海，假刘海，你这是假刘海是吧？是，但是你也没有假的。我有假的，家里。但你现在没有。好，好行。我只剩最后一个了，朋友们。你要想一个能让我折的。我有长直发，哎，这个可以。长直发。黑长直，可以吧？他这个是中卷。好算你一个，中卷，中卷，算你一个。行，那我有最后一个了，我只有两个。刚其实想带三个的，我怕三个这我这盯着。失策了吧？失策了，我又赢了。行吧，我又赢了。那这个就再短短的唱一首，唱半首，唱半首啊，短短唱半首，我唱一个蕊子能跳的啊。让我来唱一个，给大家带来一首 Jenny 的 You and Me。我们蕊子肯定会跳，我
瑞子肯定能跳这个。开始造谣了。我不是造谣，有根有据，瑞子肯定能跳。还是造谣。你站着，我坐着行吗？还是咱俩都站着？啊，你我坐着，我站。我罚站，我罚站。对对对，瑞子罚站。哎呦，小心！赢的罚站。赢的罚站是吧？好，赢的罚站，来吧，亲爱的们，看看蕊蕊跳舞了。You know I gotcha, you know that I got you like that. Anybody gonna have your back like the way I do. You love just say you do. You know you got me. Everything you do, everything you did, everything I wish was with makes me feel right. I'm just saying, so I really like it. Nothing in the world can make me feel the way you do, the things you do. I really like it.Nothing in the world can make me feel the way you do the things you do. I love you and me,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nobody can see. It's just you and me tonight, you and me,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nobody can see. My heart skips, drops, just a little touch, my world stops. Finally I know that you're mine, I don't wanna fall, don't wanna play this game.Lover, hey, oh, there's nowhere to hide. I really like it. Nothing in the world can make me feel the way you do the things you do. I really like it. Nothing in the world can make me feel the way you do the things you do. I love you and me,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nobody can see.It's just you and me tonight, you and me,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nobody can see. It's just you and me tonight.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how you ever got. 大家可以期待一个 Riz 的翻跳。嗯，是的，那咱们你要不再给大家，虽然对吧，虽然今天赢得有点太顺利了，对 吧, 对 吧, 对吧，嗯，但是还是再给大家跳一个吧。好，再给大家跳一个啊，音频老师上线，我再给大家放一首随机舞蹈，让蕊子跳一跳，来吧，准备。哦，谢谢后小呆二二三送出的荧光棒，谢谢阿九送出的粉丝团的牌，谢谢。恭喜词恋战！哎哎哎哎，嗯，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啊？既然大家送那么多礼物的话，瑞子再来一个吧，给大家就啊，再来一个福利，再来一个，好吧。虽然赢了，虽然我赢了，我要现在强调我赢了，但是呢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对，你看吴老师都送鲜花了，咱们再跳一个吧，嘿嘿，再来一个吧。好看好看，大家小心心点起来。Drama, 谢谢 Jackly 送出的鲜花，谢谢。Girls in the bad drama, drama, mama, mama. 爱了爱了，行，谢谢。传一下，传一下，啊、传一下，让我们的蕊子喘喘两口气儿。哎，是的。那么现在虽然我赢了，虽然我赢了是吧，但是呢游戏嘛就是有输有赢的，对吧，但依然就是好闺蜜，好闺蜜和闺蜜是区别的，我们是闺蜜还是闺蜜。哇，我这个蜜的发音好标准啊，我发现不愧是我们的 vocal 担当，平时没少看啊，不好意思啊大家，不愧是我们的 vocal 担当。嗯，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接下来是什么来着，哎，给大家哎比点爱心截截图怎么样，来点造型，来点屏幕前面的朋友们准备好截图了，我们来准备默契大挑战比爱心啦。啊、
完美，我们就是说一个所有基本上所有的心心心都已经比出来了。你的心我的心拿来串一串、啊、这是什么歌，这是什么歌新疆羊肉串儿、串一串串新疆羊肉串儿，是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准备了默契游戏环节，是的，如果我们的默契值达到了十的话、能达到十吗、啊、虽然虽然不一定，但是如果达到了十，那我做主，今天Vera老师请客，再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好耶好耶好耶，什么福利什么福利什么福利呢，还是再抽个拍立得，给大家再抽个拍立得吧、啊、好吧，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大家我们拍了很多呢，再给大家抽一顿。后小呆说我中中一股羊肉串头晕哎，呜呜呜呜行，那好的，我们可以准备开始我们的默契环节。好的，你看谁送我们鲜花，每天都很烦送出的鲜花，你可千万别烦。好，开始了、开始了吗，就是这个有这个屏幕上面是什么，根据关键词同时唱出相关的歌曲，春花秋月，来吧，三二一，我弹那春花秋月不问别离，春花了吧，我们已经得到一分了，家人们帮我们积积分啊，咱们为了给大家送这波福利，我们很努力，真的真的。好，下一个，爱爱完了，三二一，三二一，这就是爱，这就是爱。那我那个你会吗？我们的爱，其实都会。对啊，其实都会，但是就是不记词儿。好吧，好吧，那就 sorry。Sorry, 现在就一分，下一题，大海，大海，三二一，大海，三二一，三二一，听，不是一个调，但是一首歌，海哭的声音，啊，两分啦，两分啦，朋友们，这谁又悲伤了心，还哭，还什么，还什么清醒，不够清醒，你知道我差点唱什么了吗？还不清醒，不了。却还不清醒，谢谢王德正，我本来想唱加普萨的帕达哟，那这个我是真不会啊。Ocean， 你看菲菲小安懂你，不是 Ocean，、啊、不是 Ocean 吗？我唱的不是，我唱的是，我肚子一直在咕咕叫，今天没吃饱来的，不好意思、啊。好，下一个花，预备、对，等一下、这个花我得想想，花花。花，咱们有什么花的歌吗？不是，来三二一，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哦，这个也算呐，这个也算花呀。这个怎么不算？哦，对，花花世界，啊、春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对吧？哎，还有春江花月夜，完了，这个都没想到。啊、我刚想的是那个鞠婧祎翻唱那首歌嘛。下一题，咖啡，咖啡，咖啡，美酒加咖啡，咖啡，咖啡，哦，我知道了，咖啡，咖啡离开了杯垫，冷咖啡离开了杯垫，热咖啡离开了杯垫，不不，我想不出咖啡 ，so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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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咱们目前只有两份，来吧，再来一题，再来下一题吧。可爱，哎，这个是要可爱的歌，还是歌词里得喊可爱的呀？我觉得就可爱的歌应该就行吧。就可爱的。三二一，可叹霜雪东风啊，山河啊，借我琴声，风声记在冬夏。妈呀，夹子音反常。感谢蛐蛐五十万送出的鲜花。感谢 Jackie 送出的鲜花，成舞。天哪，我们俩好像刚才那个夹子音版。我刚才。大莫送那家伙啦，哥哥罗瓦西嘎斯里亚莫多莫多。这个算我们夹住了，这个算我们有分吧？我们刚这算我们三分可以吗？我们唱了三个一样的。对啊，三分，三分。两个小夹子，夹子。来吧，下一题。现在是什么？青春。三二一，感谢你。给我印象和感动，感谢你给我故乡，这词真是记不住。谢谢你给我所有，为我
为我加油，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直播在这个尾巴的时候给大家唱过的。咱们就说这个脑子一点词儿都记不住。对，我现在大脑就是真的一点词儿都记不住，大脑宕机了，就是四分吧。这样的我们就可以拿到十分了。哦，这样的吗？这样的吗？管他的啊，管他的。对，青春修炼手册，我刚才差点唱这个了。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下一句。他只会这一句 ，sorry。这词儿是真的，真的。哎、不好意思啊，就虽然是 vocal 担当，但真的脑子不太记词儿。好，下一个吧，眼泪。三二一。哦，眼泪。哒哒哒哒哒。你也记不住吧？只记住这句。眼泪，我也是。好，天哪，这默契的小手拉起来。我觉得我们得到了。然后现在组合是不是一样的？是来吧，看一眼、啊、炸鸡和烤鸡，三二一，炸鸡，耶耶！下一个，三二一，冬天。我已经记晕了，真的很不喜欢夏天，真的很怕热，真的。冬天我真的很爱冬天，特别咱们云南人没见过雪的，就是。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分太高了，太高了。下一题吧，下一题。好嘞，三二一，下雨，完了。下雨就是会有点潮湿。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晴天怎么唱的？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不愧是 vocal 担当，主要是哎我一。海啊、哦，我也是海。对对对，海可以可以。海山和海，他明白我给不起。这什么题？于是转身向大海里，山里走去还是海里走去啊？山里走去吧，海里走不进去，海里走进去就为何悬着我扑空？为何在我这与我牢笼？来吧，下一题。好的，已经十分了，我们已经十分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已经十分了。三二一，游泳。其实是我不喜欢跑步，所以我才选的游泳。我也不喜欢跑步，我不会游泳，我只会。我觉得膝盖疼。蕊子会游泳，我不会。我会蛙泳、仰泳、自由泳两题。还有最后两题，来吧。下一题。Next level yo jingle jingle jingle。喂，三二一，奶茶，谁不喜欢喝奶茶呀？就是，谁不喜欢喝奶茶？珍珠奶茶，爱了。下一题吧，三二一，拿铁。啊，不是，其实都差不多，主要是美式是我们拍摄这些，对，美式会比较消肿，给拿来消肿。但是要拿铁我也喜欢，完了我反应过来了，咱们经常喝的那个深椰拿铁，椰拿铁，椰拿铁，对对对，椰拿铁。我们已经不止十分了，所以就是除了拍立得之外，我们再给大家抽个奖，好吧？再验一张。对，可以吗？我们的导播老师，我们再抽一波，就一人一张。那我们如果可以的话，给我比个 OK 啊。怎么样、啊？先给大家，你看他们现在在抽福袋了。啊，是抽福袋吗？抽福袋了，哦、抽完福袋我们再那个。哦、原来是福袋，好吧，那等会儿拍立得的事儿等会儿再说吧。拍立得的事儿等会儿再说。现在我们感谢一下、哦，感谢一下我们的 Terry 送出的入团卡一张。哇，这个是什么？街灯下的回忆。街灯下的回忆。该灯下的回忆送出来入团入团卡，还有我们的乌兹送出的入团卡。哎，老朋友，留你一生，谢谢。那喜欢的话可以点一下关注，点点粉丝灯泡，然后给我们点点赞哦。谢谢，每天都很烦，我希望你每天不要烦。送出的玫瑰一朵，我很喜欢你的这个名字 ID。每天Terry， 谢谢粉丝灯牌，感谢大家的礼物。福袋抽的吴老师差不多了吗？差不多了，我们就继续接下来的流程了。接下来的流程我们还是像刚才那样、我们的拍立得怎么抽呢？就是我们来截图，对，我们的口号，也就是大家抽福袋的口号。对对对 ，SNG 加油，加油加油！我去拿我们的手机。对，然后我们会截图，刷一点，等大家再多刷一点，我们就开始截图喽。好，差不多了，大家开始刷 SNG 加油 ，SNG 加油。OK， 蕊子准备好了吗？我们来抽喽。这个是先抽我的是吧？
蕊子是第几位来着？第四位，我是第一位。对，我是第四位，四位、嗯、啊！准备，3、3、2、1，咔嚓！可以，截到了，截到了，这一张，我给大家看一下。耶、yeah, ，这是我们刚才念过的 ID， 恭喜你啊！该灯下的回忆，获得蕊子我们 SNG 一万的一张签名拍立得，恭喜你，恭喜你！看到了哈，可以去私信我们的官博、官号、官抖啊，官抖，私信我们的官抖后台。恭喜恭喜恭喜！好，我来给你接。我的是第一位哈，等会儿刷到截，这回是第一位了啊！第一位，准备了，3、2、1，咔嚓！好，接到了，啊，老熟人了，我把脸挡住。肥肥小安，恭喜你，恭喜，获得我们 vocal 担当宗思雨的签名拍立得一张，恭喜小安，恭喜小安，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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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我们这就是缘分，是的。嗯，接下来我们就是给大家看自由点歌点舞环节，好不好？是的，大家看一下有什么想看的，或者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来给大家唱一个《不问别离》吧，篱笆，篱笆，篱笆啦！什么《猪猪侠之竞速小英雄》？这是什么？怎么唱啊？《猪猪侠》来，最大声喽！秋月，不问别离。阁楼里写一纸相思未停笔，宋词里你的心事被谁烙起，我独守空城还惦记你，我去寻你梦醒花落不知归期，我叹那春花秋月不问别离，长风起孤城的胜利全是你，遥不可及，你的一抹笑意犹如梦里，我叹那春花秋月不问别离，阁楼里写一纸相思未停笔，宋词里你的心事被谁烙起，我独守空城还辗转又走进里，故里纷飞的柳絮，仿若替我去寻你，梦醒花落不知归期，我叹那春花秋月不问别离，长风起孤城的胜利全是你，当年的后悔有期遥不可及，你的一抹笑意犹如我独守空城还惦记你，我叹那春花秋月不问别离，阁楼里写一纸相思未停笔，宋词里你的心事被谁烙起，我独守空城还专业团队组合、yeah. 就是今天我这个音频组不是太专业啊，刚才又差点跳，我们刚才录的成品差点就出来了。好的哦，还想听红莲。红莲呐、啊、
那不得给大家来一来，满足你的所有需求，来吧。红莲给大家来一首哈。来了。红莲也是我们 SNG 女团的歌曲，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听一听，搜一搜听一听。谢谢谢谢大家送出的鲜花 Carry。太乱吗？被群红儿走天涯，来吧。那日我别过夜水里人家，在随马做个女侠。那些高楼跑雄花，光南山北呀，就翘起护甲，骑上怒马讨个沙发。烦恼谁牵挂？几入江湖，逐步风波。瑞斯唱 rap 好帅哦，朋友们。谁要我入座？我这一袭烈火，扬心即着。心下不寂寞，几入江湖，名利如何多？是非刀破，快意才快活。我飞过人世一场，掌声，听懂掌声。只刹那，小儿女纷纷，你知他忧伤，何必纠葛，统统作罢。与虚眉分高下，我寻游方可写作影。我这一袭烈火，扬心即着，心下不寂寞。只入江湖，名利如何多？是非刀破，快意才快活。我这六尺黛笔，惊艳这天下谁能托？你来吧。我谁要我如此？好听好听。我这一袭烈火，扬情即着，心下不羁。唱成你的调了。几入江湖，名利如何多？是非刀破，快意才快活。等会儿，我发现个现象，朋友们。我觉得蕊子唱 rap 好帅啊。我寻有访客，写作一问茶，柳絮发谁能招架？雨絮眉分高下。大问题就是记不得词儿，记不得一点儿。但是我发现我们俩，就是我们四个人在练舞的时候，其实还记词儿还记得比较好。对，就是如果纯唱，可能就是跟着舞蹈动作会有点。什么叫终你又爱上了肥肥小安？你敢说你没有爱上我们如此的帅气的 Very 老师？你没有爱上，到底是谁没有爱上？嗯，是因为。还有什么啊？新未央，新未央，新未央，你熟吗？要不然我们先就是把那个副歌。大家还有想看的吗？大家还有想？对不起，哎呀，想听点将，可以唱一下《猪猪侠之竞速小英雄》吗？这个不好意思，我们学朋友，我们学好吧？下次再轮到我俩值班的时候，下次你记得来看，我们回去努力输入好吗？就是下次咱俩又值班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刷，我们一定给你唱《猪猪侠》。好吧，哎，那个是什么歌？那个《花间一壶酒》。哎，《花间一壶酒》，你主打一定要来唱一个。但是我不记得怎么跳了。酒家姑娘的，是这边吗？酒家没事，今天咱们就是一个 music happy 局啊，咱们就是一个《花间一壶酒》。蕊子唱这首歌，就是他那个音色就完全的凸显出来了。我是真的觉得这首歌大家一定要去多听听，细品一下好吗 ？Thank you。Thank you. Thank you, 大家啊 ,Thank you. 天哪，这个开头是什么，我忘了。是好久之前的歌了。酒家姑娘当路卓越醉了晚霞。为她洗手做个茶室里盛佳。酒家姑娘当路卓越笑。山海为家，为恋他。晚风吹酒家，白马加留下。好低啊！长裙一揽酒旗下，小醉晚从花。让马娇自己唱。往来江湖游侠，从未
斟酒谈笑皆是茶，静看雪落风花，天涯岁月如画，午后时光为后他。哇哈哈哈哈，酒家姑娘的红唇就自己唱。小薇姐自己唱。午后时光为后他。让他自己唱吧。陈酿一壶相思的酒，千载岁月长，请问为谁留？太白杜康。青石悠悠，指尖翠流。酒家姑娘当如昨月醉了晚霞，为他洗手做羹茶，许你生家。酒家姑娘当如昨月笑靥如花，为他奔赴天涯，心头伤害未嫁。小薇姐跟那个马娇他们不在，但是又好像在，但是有他们的声音啊！对对对，感谢思南国送出的永生花。哇塞，我想看 Riz 跳舞了，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我们看 Riz 跳个舞吧。再来一个吧。大家有想看到我跳的歌什么都可以刷呀。对，啊，这个了吧，对吧？这个，咱们确认一下音频哈，还是这个呀？行，好像是这个。啊，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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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请欣赏 Very 老师为大家带来花花卡片，哈哈。哦哦，谢谢每天都很烦送出的玫瑰十朵，谢谢。I am a queen car, you wanna be the queen car. I'm a queen car, I'm a queen car, I'm a queen, I'm a queen car.我会好好学的，就是很难。谢谢画卷，谢谢。太难了，谢谢大家又开始嘴里刷那个福袋了，是不是？是不是又有福袋了？嗯，感谢，这个应该念乌兹 XMAX 还是 XMAX XMAX？ 嗯，送出的粉丝团灯牌，感谢乌兹送出的粉丝团灯牌，感谢 XMAX 送出的。闪耀星辰，沸腾起来，送出的团卡，沸腾起来，谢谢送出的团卡。Razor， 咱再来一个行不行？再来一个。我从你这三个里面，我随便挑一个。哦，不行。啊、那还是这个吧。还是顺着来。来吧，来吧，来吧。这样，这个大家想看吗？想，我想看。如果大家不想的话，就不跳、哦。想看，大家快刷起来！想，来吧，来吧。谢谢大家的点赞，右下角可以给我们点点爱心哦，我们争取破一个三万怎么样啊？太帅了，朋友们点赞点起来！嗨，好看，好看，好看！大家隔空鼓一下掌吧！唰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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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唰！哎呦，好的。我觉得我今天一直在神神叨叨，神神叨叨。区区五十万，电到五十万，厉害，厉害，厉害！哇，我们的点赞破三万，陆续有多久？没有，哎。
我们有扇子吗？扇子好像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直接给大家跳啦，直接给大家跳好吧。对对对，上，不好意思啊，音频老师钟老师现在有点忙，来来吧，上春山。哦，上春山来了，我直接放原那个，我们一起跳。好，我们直接跳给大家啊。话筒放旁边先。宗宗全民 K 歌 ID 叫白不离，嘿嘿，来吧。团队是专业的，这个，哎，有点累。团队是专业的，但是这个就是音频老师在这方面没有，可以跟善宝连线吗？寂寞的雪，寂寞的雪，唱了吗，宝贝？来吧，来一小段啊，刚刚下午回忆了一下。啊，趁这个时候，我坐下来休息一下。对，我们的威尔老师休息一下，我唱完《哎寂寞的雪》这样吗？威尔老师给大家再跳两曲啊。来来来，浅唱一丢丢《寂寞的雪》，这个呢是去年年末写的一首歌，但是就是写的比较粗糙，大家多多谅解。听一下我们钟老师的自作曲，做自作曲。他说好陪我过冬天，却突然扔下我在一边，什么疲倦，什么缘分太浅，我也不想戳穿你谎言。告别了错的人，错的事，错的昨天，等将来好一点，再捡起新的碎片，融化寂寞的雪，让情爱收敛，与你的心事藏黑夜。最好的结局是不见。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花絮啊，我这个寂寞的雪呢写出来的第一版，这个就是听到我写出来的寂寞的雪的第一版的第一个人是谁呢？是谁呢？是咱们的 Very 老师。就是我在当时在厕所录这个歌的时候，就咱们的蕊蕊还在睡觉，然后还有一个生怕打扰他，就是一个录的小心翼翼，但实际上根本就是我什么的大的一个鼓励，很棒，然后就是才有了接下来的后续。那既然钟老师这么努力的话，给咱们你得跳个舞蹈奖励一下我吧。不是，给咱们钟老师的粉丝也奖励一下吧，你那么努力的话，就奖励一下粉丝吧。啊，是吗？我这儿可以再抽一个，是吗？再抽一个，我们宗老师做配读，好吧？
好好好，那再抽一个我的派丽德给大家啊，大家带大家搜，大家就是发什么呢？发 A 三 G 加油吧，还是来个 A 三 G 加油？没有口令，咱们就是一个到底。咱们还是 A 三 G 加油。Okay。 谢谢西西子，谢谢思南国，谢谢稳重哥送出的生日小礼物，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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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来吧，那我们再截一个。你这次要第几个呀？第二个吧。好，来吧，蕊子来帮我截。三二一，咔嚓！嗨，看一下，是谁？哦，这是一位好久没有见到的老熟人了。来，我们把这个 ID 放到前面来给。思南国获得我们宗老师的拍立的签名，拍立的一张。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好，请这位粉丝，请思南国就是私信一下我们的官斗啊。哇，马上就算赞了，点点赞，加油！今天大家这么给力，大家这么好，给我们点了这么多赞，这么厉害！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那咱们Berry 老师，说不上的话，不好意思，我这个音频太突然了，来，准备，来喽！大家小心心点起来哦，谢谢大家。谢谢芝士海苔卷送出的入团卡。好帅呀、啊、朋友们，小心心叠起来。谢谢鱼宝，然后刚刚这个又是谢谢这位玫瑰送玫瑰的这个 ID， 我有点不识字，不好意思哦。小安，咱们就是说被帅的睡不着了吧，哈哈。谁给安的？我安的。对不起了马娇，你的这个设定要被我抢走了。马娇最近就是刘海，他打算就是越来越可爱。他现在变成可爱担当了啊。对，咱们就是现在有刘海还是挺帅的哈。我的是假的，他的是真的。哦，他是真刘海、啊、他的是真刘海。他啥时候剪的？他不是公主切吗？他公主切 了，然后还是有刘海。是的，他把公主切又给再切了一点。哦，这样子又切了一点。是的，啊，咱们的啊，谢谢每天都很烦送出的你最好 看，感谢鱼宝送出的小星星。啊，乌兹说他想听新未央。新未央可以啊。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就是不可能不满足，就是嗨，咱们就是你碰上了 very 中，你还有什么不满足？什么都给你满足。九天揽月是吧？好，来，好，新未央结束就九天揽月。嗨嗨，大家赞赞点起来，小心心，点下粉丝灯牌。南倚北月黄之乡，繁花开尽的时光。人间几许流转霜，细嗅阑珊相对望。前尘浮世百千两，飞云流水作红妆。天地自无量，轻烟锁锋芒。桃李桃源何处香，芙蓉淡影醉花娘。一朝新晖散落未央，半盏月光映不出冰霜。滴水凝成波光，自在心头神往。斜影云游四方，漫漫独香。谁曾是浮霜，你习惯爱与心共守晚香。这个也比较久远了。谢谢戏院送出的人气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隐约记得这个舞好像是有两个版本，我们有一个有道具的和一个没有道具的。蓬莱桃源何处香，芙蓉淡影醉花娘。一枝流沙风花恰海棠，暮鼓晨钟恰时响。
春花秋月染悲怅，今夕阳又怎风慢慢独上，向谁诉是无双你习惯，爱与星空手挽相，心会散落微阳，伴着月光映不出冰霜，滴水凝成光黄，自在起春望，斜影云游四方，慢慢独上，谁才是无双你习惯，爱与星空手挽相，你习惯，爱与星空手挽相。谢谢知识贝果送出的小星星，谢谢梦想的远方送出的人气票，谢谢 Lee 送出的这个什么眼镜，哈哈，有了有了有，弹琴键弹琴键弹琴键，有了有了有了有，我的 party 哟，弹琴键弹琴键弹琴键，来吧，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先我们这位小粉丝要去吃饭了，我们先给他来唱一首。好，我们先让吃饭的唱完了去吃饭，好。然后我得回忆一下怎么唱来着。看风雨飘摇拂面落战场，战一线一丝引刀光，好儿郎心未亡身先亡，要年少轻狂是无双，我提刀入阵下地争锋芒，斜阳成飞扬，千古事成过往，听战鼓铿锵铁蹄响，丰饶谁声回荡，今朝我豪情三千丈，红尘过不去想，少年志气满腰成王，刀如敲声回荡，哇你还记得，看风雨飘摇拂面落战场，战一线雨丝映刀光，好儿郎心未亡身先亡，要年少轻狂是无双，我提刀入阵下地争锋芒，斜阳成飞扬，千古事成过往，听战鼓铿锵铁蹄响，丰饶齐声回荡，今朝我豪情三千丈，红尘过不去想，少年志气满腰成王，刀如敲声回荡。OK OK， 好的好的，下面再给大家来一首，最后给大家来一首《九天揽月》。对，刚刚大家就是感谢，还记得怎么跳吗？我是这个。天下任我立潮头，少年鸿鹄志不休，千古江山化风流，江山如画水墨中，待我一封未必添一抹卷袖，烟落星辰作丹青，月光踏快是神州，一折青山一山平，一碗碧血一掌情，巫山赴约只恨韶华短，光年长长不过思念，我欲乘风归去，却叫天揽月，举捧清辉洒满了人间，但愿人情冷暖，世上无光寒，若有情劫临风却去，我挣脱枷锁飞越九天游，我遵守角色干了杯中酒，有山川湖海的勇气，道路坎坷我披着战旗，我飞翔在天空带着我的梦，万里烟波远行舟，
云帆逐浪天下，有我立潮头。少年鸿鹄志不休，千古江山化风流。江山如画，一碗碧血一张琴。巫山浮现天地间，挥袖凌云冲霄汉。我欲乘风归去，去找天蓝月。不要万重星河里偏斜，不畏天涯路远，只恨朝花朵，光年长长不过思念。我欲乘风归去，去找天蓝月。举捧清辉洒满了人间，但愿人心冷暖，世上无光寒。若有情劫里不知去，我欲乘偏斜，不畏天涯路远，只恨韶华短，光年长长不过三尺去。真是辛苦我俩了，辛苦了。果然这个团体的歌，果然我们是一个团，还是有道理的。团体的歌，团体的歌还是要大家一起唱。特种兵，我只能说，我现在感觉比爬了白云山还累。你爬过白云山吗？没有。你爬过什么山？我爬过玉龙雪山。哇哦，那是一条神奇的是那是、哦、青藏高原。那是青藏高原、哦、不好意思，我们是云贵高原。 Sorry， 今天就是对，我们给你就是浅唱 浅唱一下副歌好吧。那是缆车，是的，缆车，但是坐缆车上去以后还是可以再往上爬的。要说缆车，南国是青城山，我也是坐缆车上去的。哦，玉龙雪山我也是，但是先坐了缆车，缆车下来就已经有4000多米的海拔了，然后你再往上爬。哦，来来来来，啊，这是桃花，马上马上啊，桃花雨。对呀、啊。不好意思，这个伴奏确实是出了点问题，对不对？那我们等会儿再说吧。那我们等会儿再说吧，好吧。先一个浅浅的跳过。嗯，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稍微拉一下进度啊。嗯，我们要通报一个事情。通报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老师，老师，我想问是通报什么事情啊？那就是四月的通告。读书月，然后是在广州的越秀公园。秀公园，对。具体是表演什么？我们就做个动作。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要拉住，要拉住，咱们就是。完了，一点都不剧透。咱们就是拉住，拉住，浅浅拉住。大家可以想一下，想一下，对吧？我们这个春天，嗯，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哎，开心了，这个月还有一个，那就是4月13日，对，农历的三月初三，三月初三的华服日，然后在我们的、哦、线上多多关注我们，是的，我们的所有社交平台的名字都是 SNG 女团、嗯，没关系，没关系，不用那个不用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我们到时候会发是会发预告的，对对，可以关注我们的各种社交平台都会有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各个社交平台，好吧？是的，是的。晚上好，阿金，晚上好。刚来是吗？刚来，刚来，刚来。好的，好的。2000多公里，没关系，没关系。这个线上到时候，嗯，会给大家见面，对，还是会见面的，对对对。然后另外呢，我们今天就是新歌。画中游今天上线了啊，就是由我们收听啊，和我们一起度过人间最美的四月天。哎，好，我们这个跟大家一起哼一下吧，跟着。咿呀咿呀摇摇晃，我想一转一转来寻芳。我们俩真是记不得一点词儿，我们只能说。老师，我这有音乐，我给大家浅唱一下吧，来吧，从头。嘿嘿，外物当然是全员啦，拍了很。谁唱一字一句悠扬，街巷风拂过柳飘香，我把这春色满裳，不负人间走一趟。
春光，咿呀咿呀摇摇晃，万物香，一抹红妆压群芳，向西墙一步一袖又何妨，烟雨飘荡谈春光，咿呀咿呀摇摇晃，万物香，一抹红妆压群芳，向西墙一步一袖又何妨，问世良好。轻轻荡，谁唱一字一句悠扬，街巷风拂过柳飘香，我把这春色满裳，不负人间走一趟，看春光咿呀咿呀摇摇晃，万物香，一抹红妆压群芳，向西墙一步一袖又何妨，烟雨飘春光，咿呀咿呀摇摇晃，风轻唱，天青一色百里香，雾茫茫，一月一宵雨飘荡谈春光，咿呀咿呀摇摇晃，风轻唱，天青一色百里香，雾茫茫，一月一宵碧海棠，我已是两行。觉得这首歌好听吗？嘿嘿，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多多关注，多多关注。对，这首歌我们后面还有新歌再跟大家见面的哦。是的，是的。老师，我这有音乐，我给大家请。音频老师，音频老师。哎呀，对不起了，我这个音频老师非常不专业，就是有点控制不了了，刚从后面拿出来。大家多多体谅，多多担待，我们第一次两个送出的玫瑰，谢谢谢谢。然后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最后再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们是 SNG， 我是 SNG 松思雨，是团里面的 vocal 担当。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SNG 女团的伊万，然后在团里面是舞蹈担当。然后希望也是大家还有库存的哦，还有新歌的。给大家发布就是我很多的舞蹈视频、唱歌视频，多多关注。感谢摘星送出的小甜甜，谢谢大家，早点休息吧。也跟大家说拜拜啦，稳重哥早点休息。抽到奖的朋友们记得去私信我们的官斗。吴小豆晚安，初若晚安，姚大侠晚安，许昕。许昕也想理你的，但是小 V 不在呀、啊。ID 有点太长了，小 V 姐下一次会给大家播的。对，幻视小仙女，拜拜。我替她理你，对替她理你。好，拜拜拜拜拜，下次见喽。晚安晚安，睡个好觉。希望大家的梦里做梦也能听到我们俩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是的，我们希望线下可以见到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晚安。